今天都上我妈家相聚，这道菜说是给孩子们吃的，香肠卷干豆腐。咱俩算呢。这鱼多少斤呢？3斤多，我挑了半天也没挑出带籽的。现在就给你啃，现在就给你啃。哎呦，那今天在这儿呢，肯定鱼都太难了。我今天先把眼珠抠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鱼太大了，大锅上阵了。要是多两半的话，就不用大锅。整个儿多好，生有一些。为什么我小妹进厨房老受伤？就是因为炖鱼时候上搁浆，你看我多尖，离得老远了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抽筋了就不带崩油的。我再做一道拔丝地瓜，我拌个凉菜，我赞助两个小米辣，要吗？要。大部队过来了。别踩鞋啊，宝。哎呀哎呀。哎、你咋头啊？这客厅已经炸开锅了。那你干？谁都愿意逗高兴玩，发现没？需要接手吗？不用了，姐夫。哎嘿、哎，很棒。别碰咱奶啊！这俩菜大硬菜放中间了。哎呀，这鱼是老鱼虾，俺家那就拧不上。你姐姐疯了。你俩咋了？咱俩碰过来。站直了，不是站直，孟哥站直了。这么瞅你俩一边高。没有。到这儿啊，这不是这儿哦。来坐了，我给你。吃饭啊，我给你。我要吃大骨头。哎呀，大骨头。哎呀，大骨头。我也要吃。吃肉。啥不想吃？这还辣一道菜，给你米饭，小妹。第一桌，第二桌，第三桌，第四桌在屋里面自己倒的，我上不上手，没有地儿了。